预览播放影格动画，完成了各个影格与图层当中的相片修补以及动画安排设计之后，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完成的影格动画设计效果。调整播放设定，预览之前我们要先调整播放次数的设定，这样才能看出实际播放的效果。于时间轴面板选按选取重复播放选项，永远，这样子影片就会不停的重复播放了。预览完成的 Cinegraph，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完成作品的效果。按播放动画钮就会开始进行预览播放了。以上就是预览播放影格动画的操作说明。